坑我！啊！促销支持倾斜的事儿，在商场你不跟我说，刚才茶歇的时候你也只字不提，你就是等着看我笑话了是吧？我说了，我希望终端认可的是家具馆计划的理念，我忙都忙死了，我没工夫看谁笑话。得了吧，看我笑话的事儿可不止这一桩。南丽，你摸着良心说，如果换成别人，你会一点风都不透？你去问魏经理，他之前也不知道。他能说实话才怪。我觉得你应该扪心自问一下，如果不是我，是别人发布这个计划，你会这么抵触？你会自己主动放弃之后反怪对方坑你？大家都别藏着掖着了，说来说去，不就是因为咱们之间这十几年的积怨吗？你看，你先入为主认为我针对你，我再怎么解释你也听不进去啊。你这被迫害妄想症，不也是因为那点破积怨吗？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啊，任何时候我不会把个人情感带入到工作中。你没什么别的事儿，我不留你吃饭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南丽，你等着，看咱们俩谁能笑到最后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